福台电热诚，各位掌声祝福开恒台电顺利。播报有机哈，这个农业专业园区哈的启用典礼，那非常的高兴，因为总共有24公顷的一个土地面积，那目前我们有区分了48个场域，那有36组人来做一个承租，我们希望说在地的一些哈有机的农户呢，可以来应用这样的一个哈非常棒的一个场域，然后在地的食材呢，哈能有机的哈提供给一般的消费者更广用来使用这样的一个食材。我是觉得说吃安全嘛，吃健康，然后民以食为天，云林又是农业的大县，所以几乎 每天大家都在吃云林，所以呢这个源头哈，我们自己要优先来享受啊，所以呢这块大地的话本来就是要滋养我们嘛啊，所以应该是要共好，所以优质的农产的话它其实全身都是宝。有机的专区成立，当然慈心基金会很荣幸也参与这个营运的管理啊、哦。那么这个所在是真好真完整的一个24公顷、哦、啊。慈心基金会过去20年来，拢咧辅导有机农民，啊，甲遮真侪真，我若有经验的农友，希望大家安尼来合作，吼、哦，来交流提升技术，啊，希望咱这个本地的特色有机的产品，能够这样子在这个地方能够发展。云林县政府就是用农业安定基金的经费去投资进行大地公契，整地好了以后，那总共有32块0.5公顷的一个量产区，有16块0.1公顷到0.2公顷的适量产区。我们公开招租，大概有70几个农民来报名参加。那最后的话是由36位的农民，整个满租状态，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土地都已经出租出去。未来这一块土地的话，因为它是属于一个隔离地带，是做有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基地。那以后的话，那我们县政府会跟我们这次的委托经营单位慈心的话，那后续如果说农民在种植有后续的一个销售的问题的话，或者是产量生产的技术面问题，那在这边我们都会尽力给予相当的一个协助。那么这百钓一鱼的西藏福林湾，我们推广这个有机农业的向前迈进的大步哦。被感谢的人太多了，万雄是在经过哦，我们筹设的过程得到各位各方面鼎力的一个协助，我们希望这个园区开园能够提供给我们云林县的农民他们一个机会这也是一个希望哦。啊，我们讲对家开心，那也当继续过来推广安尼啦吼。啊，嘛感谢台糖吼，会当提供这个这样熟悉的一个所在啦吼。那我们希望这个基地是一个育成的基地吼，将来所有在这个地方吼的这个耕作的农民呢，他们将来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有机栽培是安最自信，这边分享，你会再分离。